天我无语了。行吧，那我们先来直播弹幕互动。来自口袋四八直播弹幕昵称为小白镜的粉丝说，龙一瑞你永远是我最喜欢的成员。什么？是不是后面还有之一啊？没有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好的，谢谢谢谢您。来自哔哩哔哩直播弹幕昵称为琛琛称小谢的粉丝说，本来只看三角函数，计划赶不上变化入坑了。嗯，那你的意思是你原本的计划只是随便看看是吧？对，就是看看公演。没想到现在。来自斗鱼直播弹幕昵称为练永恒的粉丝说，立冬昨日已来到， Z 队宝宝别感冒，多穿衣物，身体好，身体健康最重要，今年冬天有你们不会寒冷，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。谢谢谢谢耶、yeah. 那我们问问成员们要不要选哪个 MC 话题吧。你们是不是成员吗？你们问问小乔呢，乔你想选舞吗？天哪，我真的是你们听听这还是人话吗？你们对小乔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对啊，什么？谁说不要放过我？不要放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千万不要放过他。那小乔就选五吧。都可以，反正你们先来嘛。我们先来。行吧，行吧。那选五看看是什么？万一不是呢？是吧？啊！这太适合你了，乔。这个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。不是，你是说你是甜调型的粉那个偶像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调了，我调不动。调不动。那谁先来？我们这组最符合这个，最符最妹最妹设定的。那当然是方琦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不能 Q 我，当然是奶瓶了。不不不，方琦你不是老听我这个名字就不符妹好不好？那轩轩，龙轩轩，快。那我们要不这样吧，从那边开始。那边吧，那边那边这样子啊。不不这样，你回去啊。不，你就在这儿石头剪子布，谁赢了谁先。你和乔石头哦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好。不是，你和乔石头剪刀布，然后你们两个石头剪刀布来。我们派出最高的和最矮的。耶、yeah! 最高的最矮的。我不是派瑞子吗？啊啊！我是最矮的，比一下比一下，把鞋脱了。不，忽略鞋，忽略鞋。来，今天垫了增高垫就是赢的。来，你垫了？我先得脱，你先脱，已经脱出来了，不塞回去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来嘛来嘛，谁先来？大家来说，觉得最吊的人是。挖个坑去！来，收起来，不收起来，不来，来嘛，来。你出什么？我直接来吧，我害怕。三局两胜。啊，行，赢了先哦，赢了先哦。好，赢了先。石头剪子布，输。耶、yeah! yeah! ！还哦，赢的是啊。三局两胜，石头剪刀布。耶、yeah! ！赢了。天哪，我以前猜拳很少赢，很少赢的。妩媚的动作，我对哪做啊？对，随便挑随便。输了有惩罚吗？有惩罚吗？做妩媚动作已经算是惩罚了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刚本来想说，我们要不做个游戏，输的人再做这个吧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惩罚。我也觉得。对，那就每个人一个，然后做完以后就甜蜜生处，好不好？最快，我怕这个进行不下去了。来，哦，你需要道具吗？不需要，不我对你做好吧。嗯，然后嗯，太难了。啊、我从来没有做过。我可爱。你可不可以？可爱，好恶心，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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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我了是吗？这么快？对，你们没有看到吗？那再来一次。哎呀，问了吗？我可爱吗？他问了吗？问了对镜头吧，因为镜头这个更羞耻了。
啊，那我不想做个。不算了，是这个。还是对人吧，还是对人。我可爱吗？好恶心。来吧，继续，加油。你是吊戏？不是，因为今天早上表演课，然后我们有一个片段是这样的，就是问，就是你好，就这样吧，然后去做一个练习，然后完了之后有人就游泳健身，游泳健身，了解一下，游泳健身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，不要岔开话题，你。因为我觉得你其实是我们这一组最符合，就对对对，最游刃有余的人。因为你从他从出道开始，你们看他跳的 Unit， 对，第一个是什么 Don't Touch， 第二个是什么黑历史，那个什么 Love Letter， 哎，第三个Universe， 对，所以你应该很容易吧？对，那我们白日梦初吻练习曲结伴就退出这个话题好吗？我想想哈。我可爱吗？我爱得这场公演在我人生里面永远拉黑，永久封存。你应该先拉黑那个投这个 MC 话题的人。哦，谁？不要看一眼，不要看一眼。逼我看了，我到你了，到你了，小胖。刚刚我们在台下，就他说不要叫我小胖。好，他们说为什么？因为是卖淫炮手吗？没有，还是叫泡泡可爱。对。啊，泡泡，到你了。就是我想，就是之前最开始录那个新宝岛的时候，不是说每人想一个最骚的动作吗？是。不是。没有，后来我就叫谢飞教我一个，他最开始教我摆了这个，只有他自己摆了这个，没有，他最后好像也没有摆这个，然后他有一，他就教我变，啊，没事，你继续，对，那我现在把上次没有摆的动作现在摆一遍，就这样，来，我帮你，我可爱吗？可爱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可爱。我感觉你这个动作好像要把自己的头拧下来，就很……哦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刘果来做，他可以一只手就完成整套动作。我是做不到的。好，但你到你了。什么？他过关了吗？不过关。不过关。你做我那个吧，我觉得我那个还可以，就是杏宝岛的那个。你是什么？你让我示范给你看，那我不多做一次了。对，主要是眼神，眼神，眼神。我可爱吗？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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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爱。好红场，好萌哎！哎。等一下，你的位置怎么变了？不是我们。我过来向他们取经的，因为这组我们最性感的小乔。没事，他想压轴，我知道。压轴其实是倒数第二个。对呀、啊，小乔是压轴的。那你不想压轴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三个那个性感困难户在这里商量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加我一个？加我一个！我也是。瑞子，你忘了你还可以舔的干吗？哇，瑞子可厉害了。对，我可厉害了。哇，你怎么男男女女都可以？瑞子，你不要收着，瑞子。我没有，我一下脑子里没有画面。他刚说新宝岛，我就突然想到，我们那一群人里面最吊的那一位做的那个动作。哇哦！我可爱吗？可爱。你知道是谁吗？心吗？心吧。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没关注，没关注，没关注。对，是子欣的动作，是这样子，可能那个镜头晃过，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吧。对，还行吧，我过关了耶。到你了，我们三个组成了一个联盟。对，我们三个一起来，来，我们是个大项目，来给我们一个麦，给我们一个麦，让小乔说可爱吗？5、6、7，开始。我们
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。方琴，你要做出来呀、啊！我们那个，我做出来啊！对不起，刚刚我们没做出来，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今天不做出来的话，我跟老师说，以后永远不要让他跳抱抱。他天天喊着他要跳抱抱，结果连这个都做不了。好吧，那就不跳抱抱了。我真的，我晕。他不论跳什么，连吊式，他说，你们那个夜行的黑猫主任他跳穿什么？汤汤琴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可能上次那个 homie 太，我给他说了多久，你穿这个，这个好，这个一点都不露，哎，这个多好，就是很适合，怎么跟他说了很久很久，你还在旁边是吧？他说这个真的很好看，我当时瑞子也帮我说了，他才愿意穿的。哎，他当时一直觉得自己，还是想穿蓬蓬裙。我强烈怀疑，如果有一天真的轮到他跳抱抱，他也会穿蓬蓬裙。哦，你很会啊。啊，好哦，有一个动作就是，我天，他整首歌都很吊，你就随便做一个，你就可以过关了。哎，不是我们三个吗？怎么针对我？你们三个，一个一个来嘛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你来吧。你来，你来。你们给点音乐。我真不会，我真不会。就对，我死了 ，solo。随便来两下。来来来，我做，你们还要做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还有夜市时间，当给你。他拖了我，唯你是问。来吧来吧，他们两个有交易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。来，五六七，右左右。不管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让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做都是这样的，不然你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，你们起来，那就变成做操了是吗？来，请你跟我五六七走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我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做。哦，我发现刚刚说不行的都是男犯，你们这群猖狂的。不，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跳 NACL 的啊 ？NACL 绿化娜，就是我也跳过绿化娜。哦，这个呀，来就这个五六七走，那个怎么唱来着？还是朋友缠绕着我思绪，还是朋友吗？没人关心你。咋回事？你们待会儿要跳这首歌呢？完了，等一下老师肯定要盯着我们三个跳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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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掘坟墓。勉强强算你们过关吧，我觉得还行吧。还行吧。哎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三个。可以可以，哪一天安排一下三人的抱抱？对，哪天安排一下，哪天安排一下就可以。那我们是不是已经讲完这个 MC 了？到了快乐的升职环节。对，快乐升职。哎，好快乐，好快乐，快乐！啊、比刚才快乐多了。哎、除了我还有其他人有吗？我也有。我你先。哎呀，你先。你们先。我他一看就是忘了 ID 了。那你和我谁先？你先吧，你都写手上了，你先吧。我这个深柱不骚啊，开始了。我姓了，这个、叫 LINNICH 的粉丝你好，你不在现场，那我就对屏幕前说，首先祝你生日快乐。然后你是我第一个见过那么主动的粉丝，你竟然让我主动去查你的水表，并且说我是男的，你不要查成女的了。然后我就去查了。然后你有七个推，我很荣幸，我是七个推里面的神七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他推的是单数，所以他是单推你。对，谢谢你。然后，虽然你有七个推，但是我记住你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是第一个为我用爱发电的粉丝。对。哇，希望你的其他七个推都能好好的，耶！六个，六个，算数呀！不，他写大小乔，你看，嗯，所以你们俩算一个，对。天哪！啊！天哪！我磕到你们，我是获奖的，你干嘛打我？错人了，没有，没有，返回攻击。那下一个是。中 ID 为羊头头的粉丝在现场吗？第一个别抢住我的 ID 了。第二个希望你不要做一个直男，无论是从性格上还是性别上。然后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耶、yeah ！性别上不做直男，那要做什么？哦，性格。完了完了，性格上别做直男，性别上还是做不了直男。小偶像在公演上明。
明示让粉丝去泰国变性。惊呆了，惊呆。好，那还有吗？没有了。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声助，这不是百度，这不是，不是，在这里祝双鸭山大学95周年华诞，对，生日快乐。你是双鸭山，你这么怎么？你就是双鸭山，不是了，不是了。双鸭山大学又名中山大学，简称中大，又名难不成是职业技术培训学院？没有，这个是在那个宣传片里面，如果有各位校友在的话就可以知道那个牌坊上面，对，其实是中山大学的牌坊，只是被我们的技术人员抹去了，变成了难不成是技术学院，对，所以也算我本人傲天的母校，所以在这里祝母校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. 还有就是这位朋友点我深注的时候说因为真的是非常有缘分，因为中山大学的开头首字母是 Z， 对，所以他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就是集满 Z 对每一个成员对中山大学的祝福，我希望你能搞快点。他第二个字是 S 啊啊，中山哦，但是中文的首字拼音嘛，拼哦，双鸭山 S 不是啦，中山大学的不是双鸭山大学的，中山大学对，希望你能搞快点，嗯，希望你还能点到 Z 队成员的深助吧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当然，我希望就是希望中山大学能够越办越好，在教育改革的路上永争第一。耶、yeah. ！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个深度写过去是不是会被中山大学裱起来挂到他们学校那个？他说想把我们 Z 队的收集齐了之后，什么收进学校的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东西？校史是。哇哦，牌匾！哇哦！天哪，我自己学校的校史都没进去过，我们竟然用这样一种身份。在中山大学的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！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去欣赏精彩的公园曲吧。耶、yeah. ！